从小到大每次看韩剧都想吃韩国料理，现在才知道吃什么韩国料理啊。延边料理它不香吗？正宗中餐与朝鲜族料理的结合体，我不得体验一把，看我今天都买了些啥。延边拌，这字念啥？等会儿我查一下这字念。延边拌蚬子，凉拌明太鱼眼睛，章鱼酱、鱿鱼酱、糯米年糕、酸甜原味米酒、玉米风味米酒、冷面、米肠、桔梗泡菜、香葱泡菜、猪子叶泡菜、青年萝卜泡菜。乍一看含盐量是有点超标啊，但是配饭完全没得问题吧。首先我要尝一下这个延边拌蚬子，这个虽然稠，但是不恶心。咱们中国菜就是不恶心。你们有人吃过蚬子吗？这是不是痞老板啊？我靠，我好久没有吃到好吃的东西了，我感觉我要流眼泪了。入口是甜辣的，蚬子很有嚼劲，食材本身的鲜味也完全没有被掩盖，稍微有点咸，但是也太下饭了。你们快来尝尝。嗯，好吃。好吃啊。嗯，这真的很好吃啊。好吃。嗯，看价格，22.8。我靠，好贵！看来我这碗饭真的准备对了。下一个，凉拌明太鱼眼睛，这是个什么菜呀？明太鱼啊，眼睛。哇靠，这真的是一双双眼睛哎！太吓人了吧！啊，我这每吃一口，会有多少明太鱼失去光明啊？这么硬啊！我靠！这样我吃完之后，感觉我后背的鸡皮。这一点都没有眼睛的口感哎，很硬，很有嚼劲儿，就像是晒干了的小鱼干再用酱拌了一下。相比于蚬子，这个味道清淡一点，不辣，回味比较鲜美。再来点小酒，爽歪歪呀！对不起了，明太鱼，我也不想的，可是你也太好吃了。再来试试泡菜，我这还特地准备了四种，不便宜呢，这么四包50多呢。桔梗是什么东西啊？没吃过。放的有点稠啊。好冲的葱味啊。怎么样？很难嚼啊，老人受不了这个。尝不出来它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我也尝不出来桔梗是什么味儿，口感很脆，酱料就是泡菜的酱，微辣带着咸甜，那说它是笋我也信呢。我再来试试其他的泡菜。嗯，哎呀，上头了。桑叶呀、啊，从哪上冒出来的，这个人一口跟着吃。我靠，这个葱味真的好浓啊，居然吃出了一股山东大葱的味道，嚼到后面有些苦。总体酱料没什么大的区别，苏子叶我只吃过生包烤肉，每次看韩剧都吃这种酱苏子叶，今天我终于吃到了。大的。怎么了？至于吗？来口饭压压惊。救命啊，这什么味道？这里没有不礼貌的意思啊，但是这味道真上头啊，有些酒味儿，很苦，我吃的感觉还有点像桑叶。可恶，被韩剧骗了。行，寄希望于萝卜了，这个也是我馋了很久的。嗯，萝卜好吃，入口咸辣，酱香味很浓，不腻，反而很清爽，嚼到最后能吃到一些生萝卜的辛辣，但是完全能接受。家人们啊，要买就买桔梗和萝卜呀。啊，这里没有说苏子叶和大葱不好的意思啊。这萝卜可以，哦，饭好好吃。我现在算是明白韩剧里为啥早上也吃饭了，这泡菜不来点饭确实少了点啥。对了，我想问一下观众，有延吉人吗？你们觉得延边料理和韩国料理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？来，接着下一个，我最期待的米肠。米肠不得来点炒年糕蘸着吃？别找了，你还没下单呢。啊，这百密一疏。好吧，那我按照商家的蘸料配方调一个。米肠上锅蒸15分钟，切片就完事儿。好吃啊。嗯，这米肠看上去就好吃。好吃啊。什么都好吃。糯米贼多，颜色也不错，这空口吃就很好吃，外面这层肠衣味道和口感都很像海苔，很鲜，里面的糯米饭调味适中，很像咸口粽子，但是更加软烂，能肉眼可以看到一些猪血，吃不太出来，但是感受到了荤油的香气，好吃啊。再来蘸个酱料，来口蚬子啊，稀巴拉麻。好家伙，算上米肠我已经两碗饭干下去了。我知道天天有人说我胖了，照这么吃我能不胖吗？工伤啊。我哭了，我装的。好的，正事还没忙完。冷面，上次测素食料理包有点寒酸，看我这次准备了啥。咱这次放着西瓜、圣女果、黄瓜丝，再来半个鸡蛋，撒点芝麻。能看出来这面只买了5块钱？哎呦，还比母捞便宜2块。尝尝味儿哈。嗯，还可以，就是整体有点偏酸，甜味适中，和某捞的冷面比起来显得没有那么爽口。荞麦面口感还行，但是还是略带点粉味，可能真的是7块钱的某捞珠玉在前了，还是说某捞不正宗？没有某捞的好吃。没吃过某捞，我感觉这个好香啊。哎呀，这主食配主食也太顶了。我们还剩章鱼酱和鱿鱼酱，还有2瓶米酒，正好咱们吃点菜也别光喝酒，这看着就贼辣香。哇，真的看着很香。哇，这酱很良心哎，能看到肉。哎哎，不是，哎，你摇了吗？少用点纸，不要那么浪费。别进去，别进去啊。你少倒点，喝不完韩姐喝。上次说一看这两女人就会喝酒啊。并没有，造谣，这是一种诽谤。
好喝啊！哇，不错呢。终于明白刚才为什么会冒出来了，这就是带气儿的呀，还让我喝前摇一摇，太晚了吗？哼，入口酸感很重，带着点微甜，更像气泡养乐多的口感，没什么酒味儿，但是很好喝哎，一瓶17.8块，一杯奶茶钱，行的，划算，真的不错的，可以的，买它。怎么了？面目难色。我觉得这个还挺好喝的。玉米的这个更甜一些，层次没有那么丰富，像我这种喝柠檬养乐多不加糖的肯定就很爱这原味了。不要光喝吃点菜好不好？是啊，看半天了。好好好，吃。你全是肉。对，说实话，这章鱼酱是不是和拌蚬子是用的同一种酱料啊？同样的鲜甜咸辣，这味道就是一毛一样啊。这章鱼口感很不错，紧啾啾的，章鱼口感反而很像我们常吃的鱿鱼，但是这个鱿鱼软软糯糯的，更像三文鱼。这一局我宣布章鱼赢了。都吃完了，整体来说呢，等一下还有蛋糕没吃呢。还有，我还以为结束了。朝鲜传白豆糕，哎，不是说叫红豆糯米吗？咋叫白豆糕啊？哇，这隔着袋子煮真的很有用啊。嗯，这粉居然还是对粉，看着很 Q 弹啊。不好吃啊？他不信。那怎么会是甜的？你大早饭还行。出乎意料，这糕居然带着咸味儿，配上略微有点甜的红豆粉，就一点都不会腻，越吃越想吃，而且很有嚼劲儿，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。果然吃不认识的特产就会有这种惊喜。终于都吃完了，我现在真的已经撑到嗓子眼了。请问我们现在可以做总结发言了吗？您请。好的，都吃完了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，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特别正宗，下次我一定要去延吉亲自尝尝。信口开饭。哎，谁说我没有朝鲜人呢？我这就去把黄老师给喊过来。哦，对哦，他是朝鲜人，你来试试这正不正宗呢？好的，那先吃你尝。是那个味道吗？有那味儿，买对了。这个里面要正宗的话，就是这里面的那个血要多一点才好吃，而且可以蘸苏子叶茶一下。就是这个味道。天哪！苏子叶就这个味儿啊？是那个味儿，蛮好，比较不错的，再来一口。好的。很下饭的。这两个要试试吗？这两个吗？这没有饭，就是简直人间甜。跟妈妈做的是一个味道，这么高的评价，这是很下饭的。我比较喜欢吃鱿鱼，它这个酱都很好吃。哎，你再尝一下那个素节，是我们的问题吗？信口开饭，全网最下饭的美食测评网率。